Hello， 大家好，我是兵哥。那今天呢，要帮大家开箱什么呢？哦，兵哥又在iHerb上面购物了。这一次是针对于台客剧场所提到的糖尿病的一个跟减肥的一个治疗方法。那需要用到 MCT， 要做防弹咖啡，要做 MCT 油，哦，还有那个控热亚麻籽油。那像这些东西在iHerb上面也可以很方便的买得到。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给你看 ，Go。OK， 来看第一箱，有没有看到？我前天才在网路上订购，然后今天才第三天而已就到台湾了。有时候我们台湾的卖家真的要检讨一下，从美国运到台湾，我第三天就收到了，而且他把每一个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哦，完全不会有松动，所以来第一罐这个就是亚麻籽油，哦，亚麻籽油是给大家看一下，是 Now Food 的，哦，那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会放在说明文下方的那个连结，你们有需要再自己去点。那为什么我要买这个胶囊型的呢？哦，因为有时候啊，如果喝那个液态的那个油喝久了哈，那种反胃，有时候那个口感啊，口感会有一点恶心。那如果是胶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可以搭配着试用看看。OK， 那第二罐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XCT， 它是从椰子油上面去萃取的。喝这个的话，会让你身体产生更多的酮体，然后增加代谢的能力。哦，它也是那个中链脂肪酸，可以抑制你的一个饥饿感。哦，所以这一罐我们也来试看看。哦，这边有写哦，是100%从天然的那个椰子油去萃取的。OK， 哦，这是第一罐、第二罐，然后第三罐呢是那个 MCT 油，跟这一罐的成分是一样的，这个是胶囊型的。那我是担心，就是如果到时候液态状的喝不惯，就可以拿来炒菜。哦，那这个的话就当来做防弹咖啡啊，先吃一颗进去肚子，然后再喝咖啡，其实效果是一样的。OK， 那我就有点不太了解了，我明明是买了两罐。OK， 那多送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给它打开看看。哦，原来是这个，它提早到了耶。之前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活动就是有那个运费有优惠，所以我有买一些综合维他命，这个是男生的，这个是女生的，那这个就很出名啦，啊，哦，这个是益生菌。那这个的话，你如果说吃太多或是胃肠不太好，这个真的超有效的哦，你们可以试看看，而且它价格也不贵。OK，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再重复给你看一下。买太多了，买到都忘记买了多少东西。第一个是那个亚麻籽油胶囊胖状态的，哦，这个是做那个低糖饮食或是生酮饮食所必须的东西。那第二个是液态状的，哦，那个 MCT 油，哦，纯那个椰子萃取的 MCT 油。那第三罐就是也是 MCT， 不过它是胶囊状的。哦，如果可以搭配，就是跟咖啡一起，哦，一起喝的话，那就是变成防弹咖啡，啊，然后再来一个天然的 Nature Way 的综合维他命 Nature Way， 这是男生的 Nature Way 的综合维他命，女生偶尔也是要补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介绍超好用的，哦，我常常买这个益生菌。哦，你如果吃太饱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这益生菌都很有效哦。而且人家说益生菌还有抗过敏的功能，啊，这就见仁见智，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好了，那今天就iHerb的一个网购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超夸张，三天前才下单，今天就收到了，哦，才今天才第三天呢，真的速度超快。那你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在我的下方帮我按赞跟留言。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See you， bye。